人字岛屿依傍着海洋而生，在这片土地上汇聚了许多人，他们拥有着不同的血缘和故事，共创生活，共享喜悦。大家以勇气与自信养育出美丽的名字，叫做台湾。如同一首非凡的命运交响曲，岛民们共同淬炼这个生命共同体，早已密不可分，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，却仍是如此令人胆战心惊。
史过往的累积，是命运造就的坚强，自由之心，民主之声，打造出独特的向往与认同。骄傲地说出台湾人的勇敢善良，一字一句成就了属于台湾人的灯塔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是阿伯刘，我们现在在总统府，没错，总统府呢，为了庆祝双十国庆呢，从今天10月6号起，为期5天，每天晚上7点之后呢，每半个小时跟整点各一场精彩的光雕秀，来带大家一起来欣赏喽。人